们来高雄当天来回，他很开心，他很早之前就很期待，今天就是来看完 CN Blue 演唱会之后，我们就准备要直接回桃园。还好他有加场哎，不然我很难过。而且我还要抢到欢送。今天我们会欢送郑容和。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不是。是我去欢送吗？郑容和应该很想看到我啦。没有。不是我们欢送，是我一个人，因为一个票只能加一个福利，所以你的话呢是亲笔签名的海报，然后我的话呢是欢送，所以你的那个海报就是我的，然后欢送的话还是我。加福利要多少钱？1块钱。1块钱就有了。演唱会的一个正常的行销方式。什么正常啊？这不正常啊，这是爱粉丝。今天是 CN Blue， 所以他有说哦，欢迎大家就是穿蓝色的衣服。我觉得其实你也蛮感人的，陪着老婆一起来追星。老婆那么喜欢 CN Blue 的话，我对他们的歌又觉得还不错，那就一起来啊！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逃离小小的一天。我还是假工。现在时间早上10:30，那我们现在出发去吃中餐。这家餐厅4.7颗星，而且有1800多则评论，叫做米卡西达墨西哥餐厅。我一进来就闻到一个很浓郁的墨西哥味。我每一次到曼谷机场，我不是都会去买那个吗？塔可贝尔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很合我的胃口。还是我们来去一趟墨西哥？实在是不想带宝宝跑那么远哎。好，我们可以去那边坐宝宝，但是不需要带宝宝过去。坐起来，宝宝坐起来。我们是 cheese 饼，然后旁边就是简单的辛香料。我这边只有点一个脆的鸡肉排骨，但其他的料非常的丰富哎。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吃它，我今天想要优雅的吃，不优雅的让你来示范。好吃哎，它不是里面只有 cheese， 它里面还有那个辣椒，要是真的会辣的辣椒，要加辣椒，很好吃。因为 cheese 吃多了会腻，但是它加了辣椒之后，它会把那个腻的感觉就综合掉。这看起来很像是埃及风味菜。不要再说了，埃及这个味道怎么很像那个青木瓜丝的味道？它的料太丰富了，丰富到我有点不知道怎么下口。因为我点的是脆皮，很多的生菜都很新鲜，这我没有吃过的鸡肉调味，跟那个素食店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很香，然后不会太鲜，很好吃，而且它上面加的这些菜会让它变得没有那么腻口，你可以一口接着一口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很开胃。我觉得没有食欲的时候吃这个超棒的啊，夏天要到了，这很适合。好像没有吃很多，就是一点点，因为我刚刚其实有点晕车，计程车。你是对我晕车吧？对，你是晕船，晕床。那我们今晚再晕一下啊！刚刚这一间墨西哥餐厅还不错，蛮推的，大家如果有空来的话可以试试看。走着走着，我们来到大圆百了，好热哦。然后我好像已经过了那种爱逛百货公司的年纪了，因为也买不起。那我们往右走，我刚刚找到一间咖啡厅，我们过去那边坐，大概再走10分钟。我今天是要美美的去看郑容和哎，不要让我满身汗好不好？没办法，我们就订到这么早高铁票啊，我也很想要订晚一点啊。我们就是爱拖延，你看这时候就遭到报应。这里面有咖啡厅，这是饭店的咖啡厅。我找的咖啡厅是精英行馆上面的28楼的咖啡厅。我喜欢、哦。对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好好休息到4:30吧。为什么从外观完全都看不出来这边是一个饭店？未满10岁以下，他们不欢迎入住。哇。大家通常现在都主打亲子友善，但是亲子不友善。我们来看看一份680元的牛肉面长什么样子。旁边有3个小菜，黄金泡菜中间是芝士的辣酱，然后旁边是酸菜。这里有牛肉清汤，是如果你觉得口味太重的话，可以加下去稀释一下。吃不够的话，可以免费加面吃。真的牛肉？你看，哦，很软嘞。这种休假日子，我还是很把握时间在剪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看我们的影片，好吗？他比较喜欢吃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叫赞赞的牛肉面，赞赞一碗150哦。他要是喜欢的话，他就会立刻说好喝。他刚刚吃完面没什么感觉，这个女人就是那么好猜。再来的话，你会再点牛肉面吗？还是你会点一杯饮料？就一杯饮料。我刚骗我老婆我要去便便，但其实呢，我现在是要去1楼 checking。我今天其实订了这一间精英行馆的一个晚上双人房，因为这些比较特别的是，它不能带未满10岁的小孩。我今天订，然后顺便来看一下这间行馆，是个非常好的选择，就给他一个 surprise。看完演唱会。最好房间，我已经拿到了这一次我们的房卡了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那现在去找老婆，然后给她这个惊喜，有一点饱困。现在真的很适合睡个觉哦。5点要进场，那我们可能可以先去，就是他旁边那边的。老婆，我这次要给你一个惊喜，就是我订了2天1夜的套房。你要住这里？对啊。真假的啦？真的啊。
啊，弟弟嘞？没有，我已经跟你妈说了，但是她哭两天一夜。然后高铁票其实是明天。我的衣服那些嘞？衣服的话，就是我就随便挑你平常会穿的衣服。对啊，如果你内衣我挑错的话，你再去买好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去拿卡的啊？我不是都跟你在一起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去便便吗？我下去 checking 的。真的假的啦？这间饭店有说十岁以下的住客，他这边没有办法带进来。所以我就觉得好，那我们就趁今天这个机会开箱一下这间饭店，十岁以上才能进来的住客是怎么样等级的饭店。不错哦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去开箱房间好不好？会不会房间里面有室内哦？那要看饭店有没有人准备。不是我。我们来开箱我们的2701的房间。他刚刚 check in 的时候跟我说，房间里面所有的饮料都是免费的，桌上还有水果可以让我们使用。为了不让我老婆发现我们今天是要两天一夜呢，我这个包包里面塞了超多东西，有你的衣服啊，还有其实你的比基尼我的。你有帮我带，你有帮我带泳衣了。对，我想说你可能会想要换泳衣去拍拍照，所以我也带着了。哎，我的化妆包你也带来，我的旅行袋你也带来。对呀，你很棒，有心了。你是想要换取什么东西？换取一个幸福的夜晚，幸福的夜晚。房间是木质调的设计哦，一进来之后呢，地板也都是铺木头的。我就喜欢这种木头的地板哎。进门的左手边是一个很大的沙发区，这个沙发可以平躺一个人了。这个沙发跟床的中间它有弄一个小屏风去隔住，公司领域的感觉啦。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更衣间呢，而且这个更衣间我觉得我们装潢可以这样设计耶。它的柜子的背部全部都是深色的镜子，所以你换完衣服之后你可以直接照。这是每个女人梦寐以求的更衣间呢。拖鞋是很舒适的材质，不错。里面的卫浴空间也太大了吧，这种型是我最喜欢的。你是说两个水槽吗？就不用怕互相打扰。而且我很喜欢它的一整面镜子的设计，就是你在照镜子的时候你不会被局限住。它是免治的马桶，刚一打开门的时候它就自己煮那个盖子掀起来。继续往前走，看到的是这个浴缸在这边，而且这个浴缸是有 feel 可以往下面看的哦。旁边是干湿分离的淋浴间，十岁以下不能来哦。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，因为很少有酒店会规定你几岁到几岁是不能来的区间，是配合饭店规定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就是客群不一样啊，他们想要打造的是这种客群。我只要不带小孩我们就都符合。双人床的空间，这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加大双人床。来，老婆躺上去试试看。适中偏硬一点。你的肋骨好像比你的奶还大，今天真的好适合先躺平然后再去看演唱会哦。这边是27楼哦，不过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海景，就是一个市区景。胶囊咖啡机现在高级饭店的标配，还有一个茶具里面配的是王德传，他说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免费的，有坚果类的饼干、可乐，还有一些综合果汁，还有一瓶生啤，一碗大概是12000左右含早餐。饭店是很敢花今天是廉价啦，真的不算便宜。目前进来我觉得整体的感觉给人还蛮优雅的，绝对有人没有看到 dress code 然后穿了没有 blue 的样子过来。那么多人，而且很多人可能他们就不会去关注网站，我们就是有看到的就穿一下，大概穿一下。要不是你跟我说的话，我今天可能就会穿一套很正常的便服过来，而且不会是蓝色的。一定的啊，谁会想到穿蓝色。终于要准备换到签名海报了，粉丝福利，热腾腾的，搞不好那个水还有点糊掉，要拿到那种才最真实。真的是热腾腾的，你看那个字迹都印在一张海报一张海报的背面，所以你现在擦掉其实可以直接擦掉。小心点。等我们看完之后告诉大家心得，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是 perfect。 你这是粉丝滤镜，我会很老实的不带滤镜告诉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哟，各位朋友，明天见，下次见 ，See you。我们看完演唱会啦，手上的手环都可以留下来，要还手，手环你要去找别的男人了，你真的要为了别的男人抛弃我了？对，我要到外面等你，请你离开。我是没有带粉丝滤镜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演唱会还蛮好看的。CN Blue 他们跟粉丝的互动性也蛮强的，而且他被我们喊出了3次 uncle， 我觉得他很有诚意，用的声音就是也是蛮有爆发力的，所以
其实上很多片段的时候，就是也蛮鸡皮疙瘩的。太阳小小姐就是活蹦乱跳，她不会累吗？哦，对。她从头到尾就这样跳来跳去，然后想说，如果也是我儿子的话，我就会说你冷静一点。你知道她有一个绰号叫做"容三岁"，她的那个活力和热情是完完全全可以把整个场面支撑起来的。我今天觉得鼓手真的好猛哦，就都是他在打哎，然后他打得很用力哎，我觉得好累哦。我觉得我今天被张明哥圈到粉，因为我觉得好猛哦。真的很感谢你可以陪我一起来，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有说，就是老公都不陪他来啊，又或者是就是他是一个人，因为他没有找到伴可以陪他一起来。我觉得有伴可以一起陪着听演唱会，或者是做任何事情，不管是心情啊还是气氛，其实都会多加了很多的分。之后如果有 CM Blue 的演唱会的话，都可以找我们啊，我们应该都会到。今天说啊，真的没人不然买三张好了，因为全部都占回去。搞不好真的可以哦。我们再汇钱给你，好不好？不是不汇钱，就是在健身上面还不小心就整容了保姆车。为什么我们知道？因为粉丝就是在跟那台公交车说拜拜，然后我们刚好在旁边接人车，我们这样过来，然后我朋友就这样过来，并驾齐驱走了好一段路。我就跟他詹说，我觉得他一定是做精英，结果后来呢，就车就这样子了，好可惜哦。然后司机就说啊，那个是去做诚意啦。我们只是自己在猜测，我不知道他住哪里。感谢你今天陪我一起参加了一场我非常爱的演唱会。今天的早餐是半自助式的，我们先选一个主餐，有中式、日式、西式，还有素食。你的中式主餐来了，炒白菜、杏鲍菇，还有豆豆和鸟蛋。旁边有一个奶黄包、乌拉吉粥、海菜贡丸汤、主角蒜香鲜虾。这是素，全素哦。我现在闻到浓浓的当归味，好清淡，很好啊。他昨天其实看完 CM Blue 之后，然后回来之后头就有点痛。看来是罪恶感吧，对我的罪恶感完全零哎，带你去看帅哥。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们来到16楼的公社，我觉得他的公社做的其实也很不错哎，高空游泳池，然后是这样做半开放式的，所以其实也是可以俯瞰到这个市区的。他在16楼，这边看到对面是诚毅酒店，然后如果大家有办法通灵的话，可能有办法看到整容河。目前我觉得最厉害的无边际游泳池还是在诚毅啦。我们会想要拍开箱，就是觉得说，大家应该会想要来度假的话，钱要花在一个适合自己的饭店。所以我们现在开过了3间酒店，大家都可以去翻翻看说，如果要来高雄住，然后有这笔预算的话，你要打算要住哪一间酒店。定位都是在一线的酒店，但是呢，它的内容以及适合的客群其实差蛮多的。它是有 SPA 三温暖的这个裸汤的设施的。里面是健身房，主要就是跑步机，还有一些举重的器材。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。刚刚差一点要被老婆撵回桃园了，因为就有人就耍赖啊。郑容和演唱会是你准备给我的啊，这个房间住宿一晚，好好休息一下，是准备给你的。希望这趟旅程小小的生活小确幸，你有开心啊？开心啊！开心到想睡觉了。好的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